爱训练体格，民众来到健身房运动，没想到一到更衣室换衣服，自己却陷入走光危机。当时这名女子在健身房的更衣室接起与男性友人的这通视讯电话，没想到镜头后方竟然拍到有女子正在换衣服，最后她被以妨害秘密罪送办。事发在去年八月，新北土城一间健身房，当时林女在更衣室没穿衣服，不料前方的江女拿起手机和男生视讯，林女惊觉自己被看光光，气得报警。其实我自己去的时候，我也是很怕人家拿手机。无辜走光的女子越想越气，痛批这是更衣室，你还开视讯。对方急忙认错道歉，但她坚决提告。不过最后检方认定江女不是故意，也无犯意，全案侦结不起诉。但我之前在别家也是连锁健身房有遇过这种状况，就是也有女生在那边自拍。可是其实健身房一定都会贴说更衣室不要用手机，就是好像没有隐私权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不太好啦。请在我们的更衣室都有明确的告知场内是不得摄影或者是录影的，那如果有会员违反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告知并且提醒他权益的部分。健身房内都会提醒民众禁止拍摄，保护其他人隐私，但在更衣室接视讯电话，害人全裸被看光光，对于走光女子来说，阴影恐怕挥之不去。三立新闻戴维成、林玉君新北采访报道。